一时逆天大醉，你我沙场君莫笑怒，怒发冲冠胜似刀，笑容天使幸福于你，大风状元落下随遇而不问出路，告诉我三声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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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三师兄，按照本门戒律，他们三个私自下山，应判逐出山门，以戒效尤。哦，有这样的事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们三个下山，又没有偷鸡摸狗，也没有奸淫掳掠，只不过吃了两个月饼，放了两盏水灯而已，就是这样吗？至于逐出山门嘛，对不对？国有国法，自有自规，不论什么缘由，你们私自下山就当逐出山门，不论你们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我才不管你们什么乌龟似龟呢，我看你是公报私仇，假公济私，要坑我们嘛，对不对？住口，豹子！本知识一向公正严明，对公不对私，我才不信呢。那这样，你敢跟我发誓吗？你发誓你做这件事情没有假公济私，没有公报私仇。如果你要是假公济私，心里有鬼，就天打雷劈，永世不得超生，打入十八层地狱。你敢发誓吗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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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简直岂有此理！我为什么要发誓？哈、啊，你不敢了吧？你怕了吧？你不敢，我敢，我敢保证向天发誓，我们三个下山的绝对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阿弥陀佛，师弟呀、啊，这少年人心浮气躁，难免耐不住性子。况且他们三个出入我佛门境地，一时不习惯，出去调节一下身心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要是因为这个就将他们逐出山门，这未免太严厉了吧？也不符合本门宽大为怀的精神啊。可是师兄，这好，好了好了，这罚还是要罚的，那就罚他们三个人住柴房三个月，三个月之内叫三德领他们去挑水种菜，不得习武啊，你看如何？既然方丈师兄这么为你们求情，那我就饶你们一次。不过，你们三人需受每人50法杖啊！你师弟啊，法杖就免了吧。这师兄啊，如果连这么一点惩罚您都要阻拦的话，恐怕难以服众。如果不罚的话，那我们以后定的戒律还有谁会放在心上啊？好吧。来呀、啊！法杖伺候。是是是。啊啊！痛死我了！哦，胡少爷，你就忍着点吧，你的叫声让我全身发毛啊！你以为我愿意叫啊？可真的很疼啊！你是铜皮铁骨，你当然没事了。这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，我还等着下山找那两个王八蛋呢。你还敢下山惹事啊？要是不能给我爹报仇，我还不如死了呢。啊，慧玄，这点伤你就忍了吧。要不是方丈为我们求情，我们早就被赶下山了。所以，忍一忍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喂，你怎么这么没家教啊？你不敲门就进来了？我刚才敲了，可能你们声音太大，没听见吧？你来干什么？我给你们送药酒啊，这药酒是我们家祖传的，效果可好了。不必了，我们没事，我们好得很。就是，不要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，要不是你告密，我们也不会受罚。就是，这药酒啊，你好好留着吧，很快你就用上了。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我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我作为你们的大师兄，要及时纠正你们的错误。你们几个隐士，作为素人别院的弟子，不管怎么样要遵守这里的规矩，私自下山就是你们不对。哦，难道你私自告密就对了？
这也是素人表演的规矩吗？真是莫名我个奇妙了。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呀。大师兄，天就快亮了，我们还需要休息。你请回吧。请吧。嗯，请吧。走吧你，快走吧。诗玉、西关、慧贤，你们怎么样了？没事，没事，都没事，没事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三德师兄说，昨天你们回来的时候被智空师叔逮个正着，还挨了罚，所以啊，我就拿来了这个，这个是师父给的药，特别灵的，我给你们擦吧。不会吧？不必了吧？不用了吧？我们都不疼了，我们都好了，没事了。这么快就好了？对，不疼了，哎，对，一点都不疼了，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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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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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就好，那就跟我走吧。啊，走，去哪？去哪里啊？我说你们三个是被打傻了还是怎么着？啊，师傅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你们现在马上跟我走，去挑水种菜。啊，不会吧？昨天晚上我们刚挨了50把仗，现在屁股还没结痂呢，你就让我们去干活，你还真是丧德呀你！是啊是啊，这么折磨我们，根本就是收买人命嘛！对啊，师兄，就算诗玉他有铜皮铁骨也受不了，更何况我们呢？丧德，你师兄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好了，好像我从阿鼻地狱来的一样。这样吧，让他们三个好好疗伤。三德师兄啊，你为人真好，好人有好报的，来，我抱你一下。三德师兄，你真是佛祖在世啊！师兄，你真是观音在世。行，越说越没谱了。这样吧，我呢给你们3天时间好好养伤，3天之后好好干活啊！3天之后啊，你们要加倍的偿还我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师兄，小心点。小心点儿，小心刚好的屁股别又开花了。你们呢也小心一点儿，免得呀被某些人给告了密。小心啊，你们的屁股跟我们的屁股一样变成烂屁股了。走啊走啊走啊，我们走了啊，走了。走吧。真倒霉，他们可以练功，我们却只能在这儿挑水种菜。就等我们练功吧。这就对了。习惯啊，我喜欢你。哎呀，三德师兄，我也喜欢你啊。可是我来少林寺是来学功夫的，不是来挑水种菜的。是啊，光挑水种菜有什么用啊？好了，这样吧，如果你们三个人能像我一样，拿着这2桶水如履平地，我就承认这挑水种菜没有用。哇哇，不会吧？哇，原来挑水种菜也可以练轻功啊！是啊，喂，我们赶快跟上。好，好，来。至于他怎么了？没事，他只是用气不当，真气乱涌，触发了旧伤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好了，你们快去挑水。啊，我在这陪着他。走啊！哎，你们还怕我杀了他不成啊？快走啊！
走吧。是，你保重。保重啊，我们走了。石玉，照我说的做。闭目，右膝包左膝。右膝包左膝。调息舌底恶，调息舌底恶，斜腹运尾驴，斜腹运尾驴，腰间手推肚，腰间手推肚，分合按且举，分合按且举，握固按双膝，握固按双膝，鼻中出入绵，绵绵出入海底，绵绵入海底。有金续雁止，有金续雁止。真的很奇妙啊，怎么这么简单的几下图呢，竟然这么管用呢？那就好，以后你每天早晚就照这个口诀去做好了。嗯，不过这个口诀可不允许告诉别人。连西关和慧前都不能告诉吗？不能说。哎，这个口诀是针对不同体质的人而定的，是不可以乱用的。知道了，明白，明白了，知道。你真的没事了？没事了，真的很好啊。嗯，没事，没事就去干活啊。走啊！哦，走。这傻小子，有时候还蛮可爱的啊。哎，你们烦不烦呐？啊，我是没有头发，就算有头发也都要掉光了，真是。三德师兄，你是真人不露相，你就教教我们吧。教什么教啊？我每天不是教你们跳水种菜吗？啊，我不是一直在教你们吗？这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，刚才你给世玉点穴，这一出手我就能看得出来你是深藏不露的高人。谁是高人呢？这素人别院里个子比我高的多的是呢。你看你们啊，你们就是不知道谁高谁低，所以才会罚到这儿来挑水种菜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三德师兄，你就教教我们吧，我保证你教过我们武功之后呢，我们三个从今以后什么事儿都听你的，求求你啦。什么都听我的？是啊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废话，当然听我的了。你们是被罚到我这里来的。哎，小子，教你几句口诀已经是法外开恩了，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不要再跟着瞎起哄了。三德师兄，好了，哎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既不懂武功，也不会教武功。你们呢，就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去厨房做饭了。哎，是。你们呢，要是愿意学，就跟我来。不愿意学呢，就在这里看看书。喂，三德师兄，哎，你们啊，好好看看书，对你们有好处。嘿，哎，嗯，我说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看来三德师兄是不会教我们功夫了。那你说啊，这个死鬼三德，明明自己会武功，还说自己不会，他更不愿意教我们，真是莫名其妙了。有病啊他。哎，好奇怪啊。什么奇怪啊？哎，你们看，三德师兄在这上面画了好多圈，你看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，这些是批注，张先生以前的书上也很多。嗯，哎，我知道这是批注，可是你们看这些批注很奇怪啊，既不是完整的句子，也不是完整的词语，都是些断断续续零散的。哎呀，你们两个看我也没有用的。以前在方圆书院，你们也知道，我是从来不看书的。这本书给了我呀，我只会在这书上面画小。哎，
我知道了，是小人儿。西关，你看。是小人，西关，你看。对呀，真的是一个小人的样子。还有，这个小人好像在耍什么拳法呢。嗯，我觉得呀，这就是奥妙的所在。这三德师兄啊，假意不教我们功夫，实际上他把要传授我们的功夫啊，都已经标注在这个书上了。原来三德师兄让我们看书，就是为了教我们功夫。对呀。哎，那这样吧，白天我们跟着三德师兄挑水种菜，然后等有空了再来找这些小人学功夫。嗯，好。我看呢，咱们赶紧把这三本书的小人一一都画出来。嗯，然后啊，我们就赶紧行动吧。哎，好好。师父，不知您这会儿唤三德来有何吩咐？哦，我只是想问一问方世玉、洪熙官和胡慧乾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啊，表现如何？回师父的话，世玉他们三个人表现得都很不错。嗯，我最近也悄悄观察到世玉的气色倒是大有好转啊，这是不是你已经教他一些洗髓经的心法了？啊，我还看到他们这三个人呢，在树林里头悄悄地练起了功夫。啊，没想到他们几个耍起罗汉拳来也是有模有样的，真想不到啊。师父，师父，弟子不是这样的，弟子是想其实是。好了好了，你呀你呀，你也用不着解释了。啊，为师并没有怪你的意思啊。这说起来啊，你这么做才不枉费为师把他们三个人都交给你调教啊。原来师父您早就预料到这一切了。啊，其实啊，他们三个人都是可造就之才啊，你可以按你的方式因材施教，至于寺内的那些迂腐规矩，你就不要理他了。是师父，师父啊，原来世玉他们受罚，都是您一手安排的呀，连弟子我都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们三个人怎么能顺理成章地跟随你啊？是，只是苦了千金呐。他还要背负一个内奸的骂名，我这心里头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师父，请您放心，哎，日久见人心，等时间久了，世玉他们会明白师父您的良苦用心，等他们明白了，就会化解和千金之间的误会了。希望这天早日到来啊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去继续教他们了。是师父。大师兄，好香啊，好像是烤地瓜的味道，还有玉米的味道。嗯，没错没错没错。味道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。哪？那边。对对对，来去看看。哎，不去了。哎，大师兄，我们去看看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好香啊，终于可以吃到现烤的玉米了。你们笑什么？笑你傻呀。哇哇哇，原来是你们在这里烤东西吃啊。对呀，你们馋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吧。好了，见者有份啊，我来给你们分一下。来，我来分一下给师兄弟们。人人有份啊，来，这是你的。我说人人有份呢，就是人人有份。但是呢，这个只给人吃，不是人的呢就没得吃了。来，拿着，香甜甜哦。那行，哎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喂，不要管他，慢慢吃啊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哎，不吃拉倒。
我还担心啊，都发给你们吃了，我自己没得吃呢。爱吃不吃，哎，胡双，没骗你吧？好吃吧？一会儿啊，我再给你烤个地瓜，那味道更是360度无敌呀、啊！哎，师弟，师弟，你们几个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挺有骨气的吗？我们是怕佟千金去告密，他要是去告密啊，我们就惨了。还好，他说随便我们，随便我们吃，我们就回来了。还是小心点，小心那个佟千金啊，背后使坏。啊，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，有什么好客气的？哎，有福同享嘛，对不对？既然回来了，就大口吃吧。来，拿，我不客气了。喂，你们怎么了？没吃过东西啊？怎么搞得跟难民一样啊？慢慢吃，我管够的啊。诗月，你不知道，我们每天早晚都只喝粥，只有中午才能吃馒头。可现在训练量那么大，你说这身体能顶得住吗？哎，这怎么行呢？智空师叔怎么能这么对你们呢？所以说，我说那个智空师叔啊，简直就是智障啊！甭说是智空也好，智障也好，咱们进了这个素人别院啊，就得守这里的规矩，要不然呢，那就倒霉喽。这有道理的规矩，我们才能去遵守；这有道理的才能叫规矩，这没道理的叫什么？叫狗屁呀、啊！我们来这里呢，修身养性，习武强身。如果这戒规告诉我们要精于勤而荒于嬉。这是有道理的，这呢算规矩，我们呢就要尽量去遵守。但是不注重我们个人的感受，害得我们呢没吃没喝，不讲人性，不讲人性道理的规矩啊，就是狗屁规矩。如果我们遵守这种狗屁规矩，只会让我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！嘘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佟千金啊，指不定在这附近呢。怕什么？让他告密去好了，这样更好。你们呢就可以跟我们在一起，陪着三德师兄挑水种菜，吃吃喝喝，不亦乐乎啊！哎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哎，这就叫啊，求之不得。智障不让你们吃饱啊，我方世玉就让你们吃饱吃好，管够满足。只要你们愿意，我们天天晚上大吃会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我们这样吃也没意思，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听，好不好？好。从前呢。有一位师兄，他俗家的妹妹被人抢去了青楼，他下山去救妹妹。他把妹妹救出来之后呢，自己却被抓了起来，被罚在思过堂里面思过。可他又不放心他妹妹，他又试着下山，白天在思过堂里，到了夜里就悄悄地挖地道。可是他挖来挖去，挖到了寺内的墙脚下，被知识逮个正着，当时就废了武功。从此啊，就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位师兄，而思过堂也被一把火烧了。他挖的那个地道啊，就被改成了一个狗洞。如果谁从这个狗洞偷偷下山，不用知会方丈，就可以直接废其武功，逐出山门。没那么夸张吧？不就下山救个妹妹吗？所以说这迂腐规矩太多了，迟早有一天，我方世玉一条一条全给他废除了。慧泉怎么了？慧泉怎么了？慧泉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听故事听得太入神了。哎，大家吃啊！吃。师兄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个呢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只是听说来的。总之啊，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练功，争取早日闯过18铜人阵。嗯，是啊，那我们抓紧练功，争取早日啊光明正大的闯过18铜人阵，光明磊落的下山，好不好？好，是。好啊，都在这里，看你们像什么样子。无双师妹，你竟然也和他们厮混在一起，这成何体统啊！来人，把无双送回眉心小筑，交给五眉师太发落。无双，其余的人全部跟我回素人别院。好你个佟千金，又是你小子搞的密，我们。瞧，哼！参见方丈。智空师弟呀、啊，我一个月也就来这里两三次，怎么夜夜都没有一个好觉睡啊？智空师叔，这真是一场误会啊！诗玉他们，你不必多说。方丈师兄，方诗玉、洪熙官、吴慧前三人，在受罚期间不思悔过，竟然还纠结本门俗家弟子。在后山大吃大喝喧哗闹事，被我几个知事当场抓获。
请方丈师兄治罪。怎么又是你们三个人啊？师父，智空师叔，其实这真的是一场误会啊。他们纠党聚众，大吃大喝，人赃并获，怎么会是误会呢？师叔啊，其实这是我批准的。三德以为他们都是同门师兄弟，他们聚会在一起大食是在联络感情，你看这纠集二字是不是不妥吧？本来就是嘛，我们天天诵经念佛跑步锻炼都是在一起的，这算不算纠集呢？混账！诵经念佛早午晚课是你们每天必做之事，岂能混为一谈？哎，照你这么说啊，我们天天吃喝拉撒都在一起，这又算不算纠集呢？放肆！佛门禁地岂容你污言秽语？好，撇开纠集二字不论，你们大吃大喝喧哗闹事，打扰方丈念经礼佛，又该当何罪啊？你不说啊，我也正想找你呢。啊，我们大吃大喝，请问犯了哪条清规戒律了？这别院的清规戒律哪条规定不能大吃大喝了呢？啊，更何况我们吃的都是地瓜玉米之类的素食，喝的是清甜可口的河水，我们吃素食喝河水哪有破戒了？我们是看在同门师兄弟每天练功辛苦，却只能天天吃馒头喝稀粥，哎呀，这样的话哪有体力练功啊？所以我才让他们吃点好吃的，这个呢是体谅同门的辛苦。又犯了哪条清规戒律啦？你喂，你我还没说完呢。啊，敢问方丈大人，是谁打扰你诵经念佛了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是智空师弟派弟子把我请来的。哎，听见没有，打扰方丈诵经念佛的不是我们，是你呀，智空师叔啊！住口！你简直就是信口雌黄，目无尊长！哎，智空师叔，这师玉在和你讲道理吗？这目无尊长！住口！三德，你纵容方世玉、洪熙官、胡慧前三人聚众闹事，已是失职，现在竟然还如此的护短，我看现在应该连你也一起受罚。师兄，现在证据确凿，还请方丈师兄按照戒律治罪。啊，师弟呀，他们三个人已经交由三德来管教了，他们并没有触犯四规，我们就不应过问了。再说了，其他的人每天只是喝粥吃馒头，这样的确是没有体力来好好练功修行的。我们这里虽说是清苦，可不等于贫苦啊。我看这样好了，以后每顿斋饭的量和品种就由三德来控制好了。是师父。方世玉，你们半夜到山后聚会也实在是不妥，我看就罚他们到柴房面壁思过七日，七日之内不得踏出半步，你看如何？一切听从方丈安排。多谢方丈教诲。阿弥陀佛。这次方丈又救了我们一次，不然的话不知道那个智空又会出什么损招。哼，不要怪那个智障，罪魁祸首是铜千金。哎，刚从柴房出去没几天，这么快又回来了，我们过这什么日子呀？知足吧，慧贤，我们在这里啊，什么都不用干，每天啊就可以专心练功了。练功？西关，你是不是傻了？这么小的地方怎么练功？谁说练功一定要地方开阔？我们可以先熟悉一些局部的招式，等有机会啊再融会贯通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就是，这地方虽然小，但也可以练些心法嘛。不过说来也奇怪啊，三德师兄的几本书上只是告诉我们几个招式，并没有告诉我们心法。对啊，难道我们是漏掉什么了吗？哎，说了也是白说，书又不在身边。胡大侠，谁说书不在身边啊？你以为我是你啊？喂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是方丈故意安排我们来这里的？没错没错，我也在想，我们被罚去三德师兄那里，也许也是方丈刻意安排的。嗯，那这么说来，方丈是有意栽培我们，那我们就应该好好努力，不能辜负他。我们是有方丈护着，可是无双姑娘被押回眉心小筑去了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，会不会也和上次一样被罚一个人关在那间小木屋里。
我现在就去找五梅师太说清楚。是不可以。你放心吧，五梅师太应该不会对无双姑娘怎样的，不是人人都像智空那么专横独断、蛮不讲理的。如果无双姑娘没事最好，不然的话，我绝不会放过通天经。无双，这一夜想明白了没有？弟子知错，弟子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好，知道错了就好。那你起来吧。多谢师父。师父，我以后再也不敢在夜里私自上山去找诗玉他们了。不是夜里，白天也不可以。以后你就少跟诗玉他们接触，免得分了他们的心，耽误了他们练功修行。可是师父，我答应过翠花师姐要好好照顾世玉的。你这算是照顾他吗？你这样反而让他分心，让他无法安心的调养练功。以后世玉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，从今天开始10天之内你不许离开这儿半步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看来看去也找不到什么奥秘呀。你们呢？哎，诗玉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三个把彼此的书交换着来看，也许啊会发现一点什么。哎，有道理。好。来。哎，西关，你发现没有，这两本书上有几个字批注的深浅不大一样。对啊，好像有那么几个字。哎，诗玉，你看这个字就和同叶纸上的其他字不一样。你看，会不会是他批注到这里没墨了，蘸了墨重新再批注呢？我看不一定，也许是有什么特别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来来来来，我们把这些深浅不一样的字都挑出来，看看能不能组成一句话什么的。哎，好啊。哎，有道理。哎，我们赶紧吧。来。我这儿弄好了，你们看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无念为宗。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无念为宗。你们看着最后一句，无念为宗。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，好像是说这拳法没什么心法。没错，这里不是常说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吗？也就是说我们不必过于在乎心法，只要有内在的修行就好了。哎，诗玉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你看我这儿，呼吸吐纳，气行六脉，手心助缘，指心不乱。这就没错了。照这样看，我们只要注重调整呼吸吐纳，做到自如的控制体内真气的运行，安稳住平和的心态，这样就可以达到最佳的练功状态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多多增加内功的修行，这样就可以早日练成这套不知什么拳法的拳法。对，然后一起顺利的闯过十八铜人阵，一起行侠仗义。行侠仗义。凭你们两个人的基础和悟性肯定是没问题了。可是我……可是你个头啊，我们不是说过的吗？咱们三个是生死兄弟啊，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这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可这不是我们人力所能为的事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过不了就是过不了。哎，慧琴，你放心好了，到时候我们一起练，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都问我们。其实说到悟性，你和世宇都比我强，所以只要有信心就一定行，好吗？好了，各位，咱们大家都不要说了，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呢是养足精神，赶紧睡觉。好了，晚安。不行，别多想了，来，睡。
我真是没用，眼睁睁地看着仇人从眼前走过去，却没有办法替爹报仇。胡慧前呢，胡慧前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出息？难道这里是思过堂？可是思过堂不是已经被烧了吗？一定没有烧掉，这里就是思过堂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所以改成柴房。这么说，这里有通道。石玉，石玉，奇观，诗雨，西关，再见了，祝你们早日闯出十八铜人阵。诗雨，你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听娘和方老爷的话。西关，希望你可以早点和永春姑娘成亲，多生几个可爱的胖娃娃。我胡慧前啊，可以认识你们这两个好兄弟，死而无憾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们还要做兄弟。是啊，大机房。这一趟还真没白跑，过几天师父大寿，我们也能送上一份像样的大礼了。有机会我还再想去一次凌峰村。你小子又看上哪家姑娘了？你了解我。牛教头、啊、慌什么？胡慧前他那……胡慧前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碰见的就是那小子。就是他，在那儿。胡慧前，你也算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难道不知道怕吗？我要是怕死，今天就不会来取你们的狗命。口气不小。来呀！追追！别跑！怎么，你老子难道还能从墓地里出来帮你啊？阎王老爷教了我索命拳，今天我就当着我爹的面要了你们的狗命。管你跟谁学的，就凭你一个人。是谁跟你说他是一个人呢？慧前，你太不够意思了。你也知道打这种王八蛋啊，是我方世玉最喜欢的事了。嘿，偷偷溜下山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真没义气啊你。哎，他们就是你的杀父仇人吧？我自己的事不用你们。哎，胡大侠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哎，你忘了，我方世玉，我洪熙官，我胡慧前。嘿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乐。哈哈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知道了吧？嗯，喂，别这么看着我，会爱上我的。少废话，什么人啊？哼，我就是你老子方世玉。我是洪熙官。杨海，杨海，
只要你们真心悔过，在我爹面前磕9981个响头，我就原谅你们。放个屁！起来，磕！起来，给我磕！起来，磕！再磕！起来，磕！磕！磕！好，小心！兄弟的要死一起死，阿弥陀佛。爹，我给您报仇了，我给您报仇好见出。